你好。哟，厉了这是。玩的这什么套路啊？有人信息，这是给我的。传票。根据憋住不准笑的规定，您在节目录制过程中违反了憋住不准笑第35页20条。带走给我，是吧？你让我拿我的手机。不，这什么意思呀？传我干嘛呀？啊？哎，帅哥，你知不知道，大早上敲女孩的房门，尤其是一个单身女孩，这样会很危险。还有，你长辣不帅，长辣不帅。哎，你干嘛呀？是想给惊喜吗？现在都有主题 party 了是吧？天天等我，你等会儿啊。这个怎么样？性感的，你说行不行？走红毯，红毯穿绿，红配绿，红配绿肯定，哎呀，红配绿特别好。传票，不用那么掺着，我掺着你吧。好嘞。到。哎，你慢点。是惊喜是不是？你告诉我，去哪的？是哪儿啊？在哪儿？他笑场了。哎，你家是哪儿的呀？为什么要参加黑衣人这个节目呢？真没意思，还是自己拍自拍吧。你试一下。观众都看糊涂了，越看越没劲，别调台啊！再停一会儿，好戏马上就来了。